本件交通事故发生在112年4月25号12点11分，于大里区甲堤路与行人路口，一车赖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由甲堤路绿灯左转内线桥，二车林姓男子93年次驾驶普撞机由甲堤路由甲堤路往甲堤南路方向行驶直行，双方一路口发生交通事故。二车驾驶抛飞在撞到后方准备左转之三车自小客车王姓女子，一三当事人均无受伤，二车机车骑士左侧多处擦挫伤。警方呼吁用路人应保持防疫驾驶观念，无论路权如何应注意路口状况，减速慢行，并遵守转弯车礼让直行车先行路权规定，以避免交通事故发生。